知名的三站溪，一到夏天可以说是游客前来消暑的好地方。秀林乡公所也安排人力，每个星期五六日进行社区的车辆管制和清洁工作，也有增设垃圾桶让游客使用，希望可以兼具社区安全，游客也可以玩得放心。育有小泰鲁阁美名的三站溪，到了假日可以说是游客们来这里戏水游玩的好地方。全家大小一起来，情侣和个人都会来这里玩一下，冰冷的溪水可以说是大快人心。为了迎接大量的游客和社区的安全，熊乡公所也安排管制人员来维护车辆的进出，还有清洁人员，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快乐。这个现在 暑假这个游客很多，因为这个秀林乡公所办这个市集啊，为了我们本村的这个进出方便，所以要管制啊。有时候哎，我们一定会设定那个停车场上面一个停车场，哎，这边是那个市集，哎，也是说为了游客的安全，还是要管制比较好的，出入比较方便。现场也有六个摊位让游客来这里消费，不过主人表示让大家来这里可以吃到好吃的美食。秀乡公所表示，三站溪可以说是远近驰名了，安排人力就是要进行总量管制，游客才不会影响到社区的生活以及安全，也让大家知道暑假期间就是要把车停在外面，用走路的方式来社区里，也希望大家来这里游玩的时候把垃圾带到垃圾桶里，维护这里的好山好水。记者九龙英雄报道。